オンの子に尻尾をかじられたカバの尻尾をかじられた痛そう。はい、魔女の大急便です。驚いたな。どうやって飛んでんだ。ありえねえよ。仕事なんかろくにありませんけどね。うちのパン屋だって3年はかかったよ。あなた本物の魔女？飛べないんなら魔女じゃないよね。どんなものでもどこよりも早く届けてくれるんでしょ。うまくいかないことがあってもなるべく笑い顔でね。あんたを頼りにしてんだから。私が運びます。行ってくるね、ジジ。本気が運ぶんじゃありません。私が運ぶんです。魔女頼んだぞ。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大家童年的美好回忆《魔女宅急便》本周推出真人电影版，很高兴《异想世界》再度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影评人张彦拓，我们分享。彦拓你好，欢迎来到《异想世界》。凯英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对《魔女宅急便》应该都不陌生了，但是我们说，就是宫崎骏大师他也是有所本的，是改编自就是角野荣子他1985年的小说。彦拓说，小说跟动画还有现在的真人电影版的故事线其实是很不同，对不对？可不可以帮我们多说一点？魔女宅急便会变得家喻户晓，当然是因为宫崎骏在1989年所推出的这个动画电影。那是他早期的四大作品的最后一部。那比起其他几部，其实他的格局相对比较小一点，他没有那种巨大的冒险啦，或者是千年传说、古文明等等。那但是他的描述的人情也从他最熟悉的亲情，那转移到了孩子在面对社会的一个这个过程。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他那个时期的作品里面，其实在情感的描写上最细腻的也最专心的一部。那而且在动画的技巧上，我觉得那也是最纯熟的，像包括那种在风吹的感觉啦，那个扫帚在空中飞，然后衣服飘扬的那个质感，那真的是一个炉火纯青的一个技巧。那因此我想整个魔女宅急便带给很多人很深刻的印象，那包括像我自己就因为这样从小就决定说我长大有一天我一定要养一只黑猫。那譬如像我也很记得小魔女琪琪，她说我想要去住在一个可以看得见海的地方。这样子的印象就造成了当前两年我们听说魔女宅急便要拍真人版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观众可能反应是很错愕的。因为你会觉得说你怎么可能把宫崎骏的动画翻拍成真人电影。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就像刚刚凯英说的，《魔女宅急便》它其实是日本作家角野荣子他在1985年所推出的一本小说。那当初是在他的小说出版了2年之后，宫崎骏才去找他，跟他说：“我想帮你改编成一个动画电影。”这样。那角野荣子自己也在那之后，其实他前前后后花了20几年的时间，那前前后后总共写了6本，才把《魔女宅急便》这个故事把它写完。所以这次的真人电影版，其实它是直接取材自那个小说，而不是改编宫崎骏的动画。那么我也觉得这个剧本它其实有刻意的要去避开当初宫崎骏从小说里面所选的那几个素材。所以如果实际上去看这部电影，就会发现从大约只有前面的20-30%是跟动画剧情是重叠的。那之后呢，就整个就分道扬镳了。那包括像动画里面有琪琪跟他的画家朋友的这条支线啊，那包括像后面有一个飞行船的坠落的灾难等等。那个飞行船的部分，甚至他完全就是宫崎骏自己的创作，那有点像是要展现说这种东西就是只有你用动画你才可能呈现的那个场面。但是在真人版电影里面呢，就都没有这些部分，反而他取材的是在第二集的小说里面有一段是那个动物园的小河马受伤生病了，那琪琪要帮忙解决。那也包括这个电影写了一个过去曾经很有名的歌手的角色，那他是琪琪的客人，那跟琪琪也有一些其他的互动这样子。那不过虽然在剧情上是安排是不一样的，但是《魔女宅急便》这一个故事本身，它所要讲的这个少女的成长，还有社会化、那离家生活等等的这个主线，当然它其实还是非常相同的。那我会觉得说，宫崎骏的动画其实它比较着重在描写琪琪本身的
内心的自我定位，还有他经历的一些心灵成长的变化。嗯，那么真人电影版呢，则是比较着重在小魔女跟这个社会其他人的互动，那包括有的人对他很友善啊，有的人反而对他不是那么友善，或甚至有点排挤这样子。嗯，那这种种的路线上的选择的不同，其实就让这两部电影的调性不完全一样。但即使如此，虽然听起来比较严肃，但我觉得这个真人版电影依然是一部你看了觉得很可爱、很舒服，那也很疗愈的一部日本电影，是这样子。嗯。嗯，我们说就是魔女她的考验，就是说她在13岁的时候，她必须要离开家，然后就是到别的地方独自一个人的生活，然后要就是修业一年嘛，满了一年才能够成为真正的魔女。那讲魔女宅急便，一定要讲角色魔女琪琪，还有我们的黑猫吉吉。对，那我们先从演员讲起。事实上，演琪琪的这个小女生，这个小演员，她叫做小芝风花。那他今年17岁，所以算一算，当初拍这部片的时候应该大约15、16岁吧，其实是稍微有一点超龄的。那但是，我必须我自己觉得，就像刚刚说，这部电影之所以我看了会觉得很舒服，最大的功劳其实就是要归给这个小女生，因为她脸圆圆的，她本身非常的讨喜，嗯，她笑起来很可爱，嗯，那当她骑在扫帚上，在那个海面上飞行的时候，那个开朗的样子，嗯，那也包括像后面她心情不好，躲在那个面包房二楼的仓库里面，在你很难过的样子，都会让你很觉得她心替她觉得心疼，嗯，所以这一个小女生是很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的。那也包括像黑猫吉吉，我记得去年当我听说《魔女宅急便》真人版决定黑猫要完全用动画去画的，其实心里面是觉得还蛮失望的，因为你第一个你看不到真猫，那第二个你会觉得说猫怎么可能用动画画可以画得好呢？嗯，但是实际上去看了之后，我必须说我其实非常惊喜的，因为它的毛色啊，那个光泽的那个表现质感非常好。嗯，那它的很多动作远距离看的时候，你才会比较感觉是动画；近距离看的时候，你几乎不太看得出来那个破，它有任何破绽。它是很拟人化的，它会跟琪琪对话，会讲话，那它会跳到它的扫帚上，跟它一起飞行，然后紧紧抓着它。类似这种东西，你就知道说，你难怪根本不可能真的用真猫去演出。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有很多动画师帮他画了很多它的真的跟真正的猫咪一样的动作，譬如像。他撒娇的时候啦，那他生气的时候啦，或者是他懒洋洋的躺在那里的时候，所以这只猫，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猫咪的人，你光是为了看这只猫，你就很值得去看这一部电影。清水崇他虽然拍了一部很舒服的电影，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里面在某一个镜头呢，你还是会觉得他那个恐怖大师的那个喜好呢，他还是忍不住要露一手，等观众去看的时候，一定也会在那个地方可以发现这个乐趣。嗯。